然后接下来这个兜呢，我就会从发滑到兜，所以这个就会，可是要快。怎样？有什么？它最后不是停在发吗？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它从发滑到兜，快速的，快速的哦，你不要给我。阿内尔有个恶心你啊！我讲怎么听不懂，或是有 delay 的，或是怎么样，都马上提出来，会不要不好意思哦。就是五十小节的那个哆，我的过渡音是从发到那边哦，可是记住要快，所以它听起来是就直接抓沙里的手段就下来了。每三你每三条，你不可以这样。阿内都拍你啊，不可以跳，不要怕啦。这个力，滑音的力道有没有要训练的？你听，我教你哪个人来，那中腿拜托你拍一下，你虚按二内旋的二指，会出现这个音，吸高这个音，会出现这么高的音，虚按。出不来就是你没有按准，对，啊出来的先停下来。内旋二指，你没，你听我内旋，我讲倒立的几倒，内旋吸的位置 ，G 调吸的位置，如果已经有出声的音的，你就停下来。对吧？你放来五律的。内旋吸。内旋吸。那 G 调的吸呀、啊。一把低音的，低音的吸。虚按会出现一个泛音，它的高两个八度的音，看没有？来，听见？来中层音，不对，再上去一点点，不对，更高一点，唔是你？虚按，无够轻，嘿，对，更高轻呢？对，来。哇，你上重啊！我来点。嘿，那其他你不要出声，你按太重了啦，再按轻，再轻啊，小薇。就像你跟你老婆当初第一次牵手的时候，又不好意思，跟他听呢，跟他听呢，就吸虚按，无上重。你回去哦，想要练刚才这种滑音，你就是这样子一天哦。你翻译，放天了。你如果滑下去是这样子来，听听哦，你俩滑下去起来，就是手按太重。你如果手有按到我说的那么快那么轻，它应该是。这样了解吗？回去去做这样练习，就知道你手有没有很轻了。